老板点菜。今儿当班啊，来点酒不？来，来个屁，还当班呢。好嘞，时间还早呢，师傅，你又舍不得了。嗨，这毕竟呀，42年了，这一转眼就到退休的时间，还不到一个小时。来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看来今天呀，平安无事。这车呀，以后就交您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该挤的时候一定要猛，该慢的时候不能急。这个给你，记住，以后上班的时间千万不要再迟到了。这病人呀，不能等咱们，一秒钟也是命。师傅，我要再迟到，就洗一个月车。这个，你还继续记下去。这是我42年记录的时间、日期。好的，师傅，我知道了。几点了？11:45。还有15分钟，咱们干！干杯！1号病人到。8岁那年，淘气，小腿骨折加脑震荡，是您接的我。100号病人到。那年我12岁，急性阑尾炎，凌晨2点，您接的我。1000号病人到。早产，孩子现在很健康。2000号病人到。我是他儿子，但我知道您尽力了，谢谢。是你们干的。您说过，我是要去记住自己救了多少人，可是你救过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记得你。中心呼叫，西直门发生事故，在岗车辆应答。12:02，下班了。进来51120，赶赴现场。谁最后一个上车，洗车一个月。老板，上！加油！经历了什么和每一声都好，请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，投影苍穹努力的生活。